想问一下律师，是，那你这个月租装费多少钱？就对啊，穿超帅的。但是你根本就是贪污人性的你啊！那我老公穿什么，你穿什么？所有的钱都花在买，我还开那个玛莎拉蒂。哇塞，你绝对有贪污。绝对有一些，这必然之恶吧。贪污人是你，我居然指望你帮我老公。有这次回来饰演这个角色，老实说蛮难的，蛮辛苦的。他的内心层面跟他的表演，真的是可能需要像他有这样的演技的人才有办法担当这个角色。非常谢谢他可以回来帮忙，当然是因为荣飞导演的关系，他应该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我的关系吧。有人说你没有要理他啦，人造控制敬业的，请帮我想个横批啊。横批叫做到吧。好啦，我知道你现在情绪上看到我难过，想到想到跟他们讲哈。好，好，知道了，彤彤。是，花姐哈。一部偶像剧里面，那个时候我饰演一个偶像，他饰演我的粉丝，我是方子浩，他是彤彤。那机器还大概快十年了，所以今天突然出现在同一框，就哇，时间过得好快。然后大家都还在做这件事情，而且也都发展得很好，就蛮幸福的。我觉得雅妍好像都没什么变。对啊，雅妍40几岁啊？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我刚说了一个，我一定要转达给你。我只是想知道他才华到哪里。来，请说。其实他还没想到。没有，他刚才说他今天看到彤彤很开心，然后他说你看起来都没变，虽然已经40岁。李国毅，李国毅，火起来了。郑重的警告，这两台机器。他刚说我都过40岁了，都没变。我们这边的规矩就是不高兴扣巴掌，不高兴扣巴掌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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